我找到取出玩命珠的方法了。没法啦，还能学到点东西。师傅，师傅，哎，师傅，这么晚你来干嘛？我来补课。我就知道，我的关门弟子不会是那种冥顽不灵之徒。今日你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，为师很欣赏。这样，明天为师好好和你聊聊灵族。啊，不，师傅，我对那个不感兴趣。哎，你现在就来教我这个，我特想学那个。哪个呀？哎，你快说的那，你今天在给我看看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哎呀，这句话。就是那个。对，师傅，你是马与兽兽不欺，这个不合适吧？你叫不叫？叫。师傅，我练的对吗？哎，这个。快回去吧，快回去。啊！师姐，师傅，是你，吉祥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今日看师傅救人，觉得手法还挺有意思。上次你晕倒，我都束手无策的，所以我就想先试试。你要是想做什么的话，就告诉我，我配合你便是。是否感觉胸口有些憋闷，似乎有东西不痛快？好像是有一点感觉。那再试试。啊。对不起啊，师傅，我劲太大了，不能死，千万不能有事啊。与你无关。应该是上次大战，我的伤势还未愈。行吧，看来这招也不行。我的妈，喂，早点回去，让人看见你的误会。没关系的，你我本就相识多年。所以，师徒伦常，更要铭记于心。可是这回去的路。黑洞斗罗，你武艺高强，我放心的很。那明日我帮你把花针。那是干花，不用打理。干嘛？凭一口气，点一盏灯，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师姐怕黑，我便为师姐点亮前方的道路。
师姐，要不然给你讲个笑话。笑话。花呢？没下死手，还是舍不得。啊，放心，我已无大碍。你，不然还是先回去吧。要是被人撞见的话，多有误会。谁敢误会？眼下毕竟还是学长和学妹。你怎么奇奇怪怪的？什么学长学妹？你现在是对我很重要的人。哦，外面好像已经黑了，我送你回去。你刚涂完血，别折腾了，你回去休息吧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那明天好吃的。明白。嗯，我走了。力气可真大呀。经过这几日的学习，大家想必已经对灵族的知识了然于心。明日开始，我们将学习医学知识。我倒霉。这些都是和灵族战斗时的必修课，大家要打起百倍的精神。好，下课。